第300集。第四大寇是青蛟王，乃是妖族赫赫有名的大能。第七大寇为屠天，掌握上古大地的极道武器。无道排名第五，处在两者间，可谓法力通天。他的子孙肯定超级强横。事实上，叶凡已感觉到对方的深不可测，其性格豪迈，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物。果然没过多长时间，叶凡的猜想就得到了证实。土匪登上酒楼，而在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很强悍的青年，都曾经在平岩城的瑶池仙石方见过，都是大寇的子孙。这是一群小土匪的聚会，没有一个是善茬，比之那些圣子也差不多少。当中一人问道：哎，我说这位道爷是谁啊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土匪灌了一口酒也问道：中天哥，这位道爷是谁啊？介绍一下吧。很显然，吴中天在这些人中有一定的威望，灌下了一大碗酒才介绍：我与这位道长刚认识而已，感觉似曾相识，很是有缘。他名为段德，道号无量。是啊，我听着这名字也有些耳熟啊。土匪也捣鼓。叶凡暗叫邪门，缺德道士难道交友这么广的吗？在南域混得风生水起也就罢了，竟可横渡虚空，难道在北域也有人脉？要是那样的话，真的太不一般了。要知道这么远的距离想要横渡太难了，玉门都掌握在圣地的手中。中天哥，段德这个名字我越想越觉得耳熟，我记得八九年前你好像咒骂过呀。旁边一个大寇的子孙这样嘀咕道。吴中天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还眼当时就瞪了起来，盯着叶凡。啊，我说怎么看你这么似曾相识，妈了个巴子的，原来是你。哦，我们认识吗？叶凡感觉大事不妙，没给无良道士弄口黑锅呗，似乎先要替缺德道士背黑锅了。我虽然没见过你本人，但我看到过你的画像，少了你的骨头我认得你的灰。吴中天气急败坏，大叫着让人将叶凡围堵起来，点指着他，手指头都在哆嗦。你妈了个巴子的，你这混账道士真是胆大包天，连我祖爷爷的坟你都敢盗。我爷爷说了，逮住你的话非把你镇压进太初古矿不可。叶凡嘴角抽搐。哎，这无良道士也太混账了吧，怎么什么人都敢惹，第五大寇的祖坟他都敢盗，这可真是在名副其实的道祖头上动土啊。哎呦，我说土匪，这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。叶凡叫屈，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黑锅，绝不能背。他心中大骂段德太缺德了。吴中天真是气坏了，似曾相识，以为有缘呢，请这混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，没想到有旧怨，将桌子拍的是啪啪作响。我说你这缺德道士也太坏了，就说中天哥的祖上是一位大能，但你也不能乱道啊，传出去的话让身为第五大寇的吴道爷爷情何以堪。土匪火上浇油。遥远的天地尽头，一处不知名的古迹中，胖道士段德连打了三个喷嚏骂道：谁在咒我，别让道爷我知道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此刻叶凡真是无语了，无良道士真是造孽无数，看到一群小土匪想活剥了他，赶紧解释：我不是段德，我跟他有一笔旧账没算呢。他不得已显出真身，再耽搁下去保准会被这几个土匪给撕了。哎，天才兄弟，我说你是真的假的，干咱们这行的人什么时候出现过你这样的全才？你以为你换个样子我就不认识你了，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。吴中天身材魁伟，络腮胡须抖动，跟头雄狮一般，怀眼内光芒凌厉。
土匪围绕着叶凡转了两圈。我也觉得像那个无良道士，别看你换了样子，肯定是障眼法，除非你拿出证据来。叶凡甩了甩宽大的道袍。土兄，你这是诚心刁难我，别人认不出你还辨不清吗？咱们两人可是在瑶光的原矿见过面的。哎呀，哈哈哈，这家伙还真是有些手段啊，体型瞬间大变样，一看就是此中惯犯，专门为做坏事准备的。旁边的大寇子孙在叫嚷。土匪嘿嘿的笑了起来。很简单，你将瑶池圣女的那件衣服拿出来给我们看看，就足以证明了。你损不损啊？你又没什么损失，该抓狂的是姚希，可惜他没在这儿啊，对吧？土匪喜皮笑脸对周围的土匪说道，你们总是不相信我，认为姚希那样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女子根本不可能被亵渎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番。真的假的？听你这意思，他真不是段德啊。旁边的土匪都不怎么相信。叶凡没有不良爱好，收起那件衣服不过是为了关键时刻气怒姚希保命而已，他并没有拿出来，而是骨骼啪啪作响，一下子变成了第七大口涂天的样子。土匪，不要顽皮。我旁边的一干大寇子孙目瞪口呆，而后狂笑不止，用力的捶桌子。哎，我说怎么不能这样，一小兄弟赶紧变回来。土匪彻底坐不住了。现在你相信我不是段德了？相信，我早就看出你不是段德了。土匪郁闷地说道。其他小土匪自然早已明晓眼前之人不是无良道士，大笑个不停。吴中天也重新坐下来盯着叶凡看个不停。你真的将季家一个太上长老给烧死了？啊，侥幸而已。周围这些大寇子孙消息非常灵通，他们早有耳闻，闻言皆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哎，我说叶小兄弟，你真的将姚希的某件衣服收走了？这个怎么说呢，一不小心偶然得到一件。此话一出，酒楼上顿时发出一片狼嚎声，这几人双眼放绿光，全都亢奋无比。酒楼上其他人早就被吓跑了，众人已经隐约间猜到这也是十三大寇的子孙，全都逃之夭夭。天哪，天哪，姚希那么圣洁居然没天理呀、啊！哎，我说，叶小兄弟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伤什么心啊？痛快！上次他与那个圣子追杀了我跟土匪三千里，现在真是出了一口恶气。几个血气方刚的小流寇将桌子拍得砰砰作响，长嚎不止。哎，我说叶小兄弟，将你那件衣服卖给我好了，给你百金元。我拿去展览，不将那个高傲的丫头气得吐血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呀。旁边一个土匪套近乎给叶凡满了一大碗酒。我出500金元，我要挑着那件衣服去圣城叫卖。另一个小土匪如是说。去圣城叫卖干嘛呀？直接把那件胸衣卖给中州过来那个皇子，狠狠敲他一顿竹杠。那样的话难出恶气呀，不如在北域拍卖圣女修衣，请遍年轻才俊，甚至可以给某些不良的老辈人物送去请帖。这群小流口是一个比一个损呢、啊、看这架势完全是准备将姚希打得永世不能翻身。我说诸位，你们也太损了吧，这样的主意都能想得出来。叶凡正正出神，这真是一帮混账。瑶光的圣女还有圣子太可恨了，不久前联合诸多强者对我们围追截杀，差点要了我们的命，自然要狠狠地收拾他们。你们别害我了好不好？叶凡自知无法与他们相比，这些都有一个牛叉的爷爷，即便惹了滔天大祸，后面也有人撑腰。他要是敢拍卖姚希的胸衣，瑶光圣地为了颜面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
抹杀他。怕什么呀？以后跟着我们一起，还怕那个黄毛丫头不成？跟你们在一起，谁能给我一本古经修炼？谁能为我提供百万金元？叶凡轻声嘀咕。哎，我说叶小兄弟，你太贪心了啊！东荒总共有几本古经，百万金元这么大的数目，你去问那些圣地拿得出来吗？来来来，我先介绍一下。吴中天介绍在场几人，这个家伙叫柳寇。吴中天指了一个看起来有些野性的青年，居然是第六大寇柳峰的嫡孙。叶凡真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这名字也太另类了，这不就是流寇吗？跟土匪有的一拼。